No. I come on. Come on.刚才看你长得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你跟我男朋友长得特别像，眼睛什么的特别像，鼻子长得也特别像，我以为你们两个特别像。 你专门火急火燎的叫我过来，干什么呀？我可是偷着跑出来的啊！哎呦，我知道，我让你过来，不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，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我昨晚怎么样？我喝大了，然后吐在他车上了，不是吧？ 这么好的机会，你玩试呀？昨天他为什么来了呀？你看手机了没？是你，生生给人家呼过来的。我，嗯，干杯！晚上。 小心！怎么了？他不接我电话。是谁说的呀？再也不主动联系他了。我说，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？不会。好了好了，我打1000个，我烦死他了，能接吗？哎，你看谁来了？ 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累死我了！哎呦，别提了，气死我了！我要跟你爸离婚！哎呦，还不过来拿东西啊！这是……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听我说要跟你爸离婚，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！ 什么？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经历过这事儿，以后啊，就遇不到比这更糟的啦。
对啊，我贺真真怕什么呀？嗯，我这就叫可爱，这就对了嘛。嗯，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车钥匙。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，得给你洗车。OK， 走了。啊。叶凡山，叶凡山，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你，啊，我自己家训了。要不今天给我批个假？滚蛋！全体集合。哎，我真家训了。哎。哎呀，吵死我了！你，哎呦，你瞧瞧你这命啊，闺女啊，就厨房这些活儿吧，妈从来都不碰，都是你爸。哎，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，你再看看你那双手。给我，什么东西啊？车钥匙。昨天晚上我吐你车上了，得给你洗车。OK， 走了。啊。叶凡山，叶凡山，昨天晚上。昨天晚上你，啊，我自己家训了。要不今天给我批个假？全体集合。哎，我真家训了。哎，哎呀，吵死我了！你，哎呦，你瞧瞧你这命啊，闺女啊，就厨房这些活儿吧，妈从来都不碰，都是你爸。哎，你看妈这双手保养的。你再看看你那双手，哎，哎，兄弟给我打电话说房子有事儿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家里没个男人能行吗？你赶紧把早饭吃了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吃了啊？不吃了。哎呦，这傻姑娘，什么命啊这是？哎呀。还得当妈的来帮你啊。看齐，向前看，稍息，立正。李西城呢？哼，哎，看啥看呀？菜做好了，味填满了，啥事儿摆不平啊？来，把那盘子给我。程姐，嗯，今天老赵怎么来了呀？